快点快点，我要去高一点的地方，向北极光许愿。你是猪吗？没看到前面还有个雪地板的沙漠神殿吗？哎，你说的对啊，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东西。还有什么叫做雪地板沙漠神殿呢？沙漠神殿长脚了吗？你看，这里就是入口了，如果我料得不错，甚至还有条密道通往地底。行吧，果然和你说的一模一样，不过你得等我一下，我要爬到这座雪地神殿的最高峰去许一个愿。嗯，差不多就是这里了。啊，我上不来。神奇的北极光，我有一个愿望想告诉你，我希望正在看我视频的小伙伴能够学业进步，工作顺心，还有就是阿元他们可以平安无事吧。阿阳，你人呢？哎呀，笨蛋小月，我都下来了。你许了什么愿望？你猜。不猜。那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。哎呀，你说嘛。探险探险，赶紧看看这雪地神殿下面会藏着什么宝贝吧。哼，不是吧，这啊，小月你干什么？用烈焰弹打我干什么？走开啦，谁用烈焰弹打你了？真不是我。那我怎么突然着火了？你不会是踩到了什么陷阱吧？好吧，对不起啊，那就是我错怪你了。小月你来看，没想到这雪地神殿下面居然还藏着一个村庄式的建筑。我看到一个大蛋糕。哎，你注意一点啊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那就不碰它好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地方像是不久之前还有人生活过的样子？你是说这些熊熊燃烧的火焰吗？可这地方又是用栅栏围起来的，好好生活为什么要用栅栏把自己围起来？可恶，阿阳你别怕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说什么呢？我是怕你。听，害怕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女武神小月该干的事情呢？说过龙为什么是僵尸猪人啊？怎么感觉有人故意圈养在这里的？嗯，你看我发现了什么？经验修补的鞋子。喂喂喂，你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会有人把僵尸猪人关在这里繁殖啊？哇，你看这个经验修补的铁剑，嘿嘿，跟我的颜值搭配不搭配？你就不怕那什么裤子灵儿被这些妖怪给杀害吗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提升自己的实力，知道吗？那这笼子我敲了吧，反正也不刷猪人。随你随你，可惜这力量啊不能给大宝剑附魔。我背包里什么时候多了一本尔虞我诈附魔书？什么什么鬼？这铁针真的能给武器附魔吗？好，让我来试一试这本尔虞我诈附魔书，居然可以给武器附魔尔虞我诈。什么你虞我诈，能考吗？你别动，站着让我来一刀。啊，怎么没啥效果呀？那你再砍一刀。哎，停停停，有反应了。什么反应？我的周围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情。你这什么破武器啊，我咋了？等会儿我去翻一下古籍，看看这尔虞我诈的附魔效果到底是做什么的。